今天是最热闹的一顿午饭啊！今天这顿午饭可以说是全体出动，每个人炒一个菜，我负责炒这个青椒的空心菜，然后还有这个蒜苔炒肉，然后这个小陈负责炒这个臭鳜鱼啊，这个是安徽特产，大家去黄山肯定都吃过这个菜，很香的。啊，现在我们在庐山上面吃黄山菜。啊，然后我们的这位大小姐在炒这个香菇卷心菜，所以今天是全体出动。今天中午要大餐一顿啊！大厨的感觉啊！好了，我们准备聚餐了。啊，该喝喝，该吃吃。